第二团，我们这边是卧槽。那刚才其实我也有提到关于自己去的问题，那之前在自己去的问题，那可是我们卧槽之前其实研究自己去研究了两三个礼拜，然后和国发会进行了一个深入沟通会，然后在沟通会上面我们发现自己去的报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然后我们也认为说目前现在看起来由国发会做沟通以后，然后把他们的修正意见交由国民党商务团，这样的做法似乎在你的分立权力分立上面是行政商务团的事情了。不知道委员这边怎么看自治区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我大概也跟你讲啊，在我们上个会期自治区所开的公听会里面，外界对有认为说有空白授权的部分啊，我们国发会也认为可以做调整，在审查的现在中国国民党是执政的，行政院的团队跟立法院的党团当然是一体的。我想这个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是如此，现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也是如此我想这个绝对都是符合我们议事运作的规则，好吧？在座还有哪位有问题？没有，非常感谢，谢谢大家。